就是当初囚禁吸收我的星斗大森林几大超级存在之一。十大凶手排名第八，是王。是你，玄老，你敢动我史莱克学院的人？问过我的意见了吗？人类，你以为我怕了你吗？是怎么回事？那只是我看到双子多眼巨人冲来，情急之下想模拟十万年魂兽的气息吓走他而已。你看，三眼青泥没受什么伤害。好，我姑且信你们一回。想来就来，想走就走。真当我史莱克的人好欺负？你待怎样？一头精神系魂兽，修为至少……宇航，你要几千年修为的魂兽？一万五千年。第三魂环一万五千年，你确定撑得住？我有一招秘法，可以先将魂环中的大部分威能封印住，只吸收一部分，等到身体强度跟上后，再慢慢释放被封印的力量。不过这个秘法只对精神系魂师有用。听到了没有？我要一头一万五千年修为的精神系魂兽。